大家好，我们是打铃打铃，这次终于可以出去玩了，希望这次不是打打给我什么恐怖的惊吓之旅啊，不是怎样，我发誓不会再 prank 你啊。你讲呢、这次讲要带我去马六甲玩，这次不会 prank 你，不是以后都不会 prank 你，是这次肯定不是 prank 你、这次肯定不是 prank 啊。如果是 prank 会怎么办？是 prank 啊、短了头发短的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住的 hotel， 耶！ Yeah! 我们到了马六甲了，来，我们带你来看一下。这是洗手盆，喷水，这是厕所。好，下次你们去冲凉，我先大概给你们讲这个惊喜。其实这是带你们来晒卡一个生日惊喜。其实在来之前我订了一些气球还有花，然后等下我骗他带他出去，然后就找人来布置，然后等他一打开门看一下他的反应吧。走了，出去了，等一下走啊，去吃好料了。发现这里有一个黑板可以来写字了，所以我就写我们的 channel 上去，记得来订阅哦。我们现在去哪里哦？我每一次来马六甲，我就是想要找一个沙漠，然后那沙漠我已经找了两次都找不到，希望这次可以找成功。我听说要走30分钟的路程，对，到了这一边还要走30分钟的路程。对，所以这次我一定要找到它，找到它我一定要在沙那边滚给你们看呀！哇，这样辛苦去了没？还要穿这种，还要穿这边路哎，路途还遥远呢。我的山丘呢？要在我们在那边对面看看得到的山丘，怎么这里没有的？被水淹没了。我走了很久哎。我果然来了第二次还是找没有，改次如果有马六甲人，你们如果知道哪里的话，可以带我们来。拜托，求你们了，真的。结果我们俩走了那么大的沙漠，不是沙漠，是那么大的沙滩。结果还是找不到我们的沙漠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掉头回去，又要走一段很长的路。我们在路途中发现了很多跳跳鱼，终于上了车，啊，太爽了！说好的沙漠就变成我们两个傻了喽。沙漠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回 hotel 冲凉准备，然后晚上再出来吃东西。Let's go。对，终于有了休息啊！耶、休息了 ！Surprise！ 真的？真的 ！Oh my god！ 有 surprise 到吗？有！你准备的、是我准备的。你从来没有这样做，这是你送的，这还是他们送？这是另外买的。Oh my god！ 99朵哎，我第一次收哎，第一收啊，99朵。Oh my god！ Happy birthday！ 哎、有点不可思议，谢谢宝贝。可以没吗？没。没呀、兴奋啊！兴奋。Oh my god！ 我很喜欢，喜欢就好了。喜欢，
现在表玲一直在拍照，还换了一套衣服来拍照。一定的吗？这就是女生。的要留下来做纪念，难得等她给我惊喜。当我刚才很认真看了这个卡过后呢，我发现到 to Wilburn 打开了过后呢 ，Happy birthday my dear, love you always, 生日快乐我的宝贝，永远爱你 ，From Dylan On. Are you sure? Are you sure?我家有一个好男人，刚才我的脚走到破皮啦，现在下去买胶布，真痛。这样，这里可以，刚刚这里。现在我们来坐很多灯的三轮车，蜡笔小新啊！我们特地选一个蜡笔小新啊嘞，好可爱！小白悬挂在空中。我们现在要去河旁边的咖啡，我要去塞纳河畔，塞楼一半，塞楼，塞楼的一半。在马六甲的第二天，今天我们就要回了，然后我也告别了刚刚送我的气球，只带了一个玫瑰花回去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先去找一些地方喝一下咖啡，然后才回家。是的。这是鱿鱼，这是鱼的娘惹餐吗？一边上鱼一边看鱼，你在看吗？听说来到马六甲必吃，现在那个、啊。说马六甲来这里就是要吃千层蛋糕，可是先生你可以不要玩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不是喂你，是喂这镜头。